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平民百姓。现在为大家示范的关卡是八之一之二，那个坚守使命啊、哦。基本上本人已经有点恍神了哈、哦，就是刚刚不小心多打了好几回合了哈、哦。那就接着打好吧，好、哦、接着打，因为这不是很重要，第一关而已，以后要录到都忘了。哦，关卡基本上八封我可能都几乎用这个圣达队吧，几乎，因为这一队稳了。然后这时候我们就是把那个讯息先关一下，就不会滴滴嘟嘟了。关卡来讲，血量要稍微抓一下，超过14197啊、哦？为什么？因为下一关打就是14197，所以你一定要超过啊！一定有人会讲说，我有大胜啊！哎，不好意思，无视减伤了，这样了解啊。啊，所以我在这边先把技能出起来哈、哦。我很少打这种关卡做示范的、啊，因为蛮花时间的。不过为了关卡资讯，就弄一下，好吧？不是减伤，血量100多万哈，100多万，还 OK 啊。原来我们裤头是没出现的哈。那基本上它的攻击力也不是。怎么讲？虽然说很大，可是它的吸力是3、哦，所以我们可以慢慢补回来是没有问题的。哦、三回合你还补不满，那就没办法了。那这一回合的话，我做这样的攻击。不开打击。看可不可以一波带走哈、哦？不开打击，哎，做了一个很奇怪的举动，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把它错开哈、哦。非常不幸的就是没有一波带走哈、哦，那就是下一关就自求多福，好不好？没有一波带走，再自求多福。唉，血，用惯的，因为这一关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啊，越战越强引跟新符纸转换了、啊。那既然它会转换的话，我们就是，先下手为强或下手遭殃哦、啊，这个定义知道哦、啊，就是新符纸会转成暗的哈、啊，暗的话，我思考一下哈、啊。转成暗的哈，那就是好了，一金开下去，因为我们这个光符池蛮多的，好，然后打几，好。应该是一波带走没问题啊，不用开什么磕不磕的了。好，一波带走啊。OK， 接下来到第四关了哈、哦。这个燃烧轨迹啊，可以800啊，一次烧800哈，所以就是不要被它烧就不会有事。你要怎样不要被它烧？就是不要走重复的路径。应该这个解释不会太复杂啊。只是我这个通关的速度会有点卡卡的。好。
好、哦，当我拍完这看，我还在睡吗？有点恍神。哦，当我拍完了，哦，这些片子，那个发疯的片子，我看也应该是不知道拍到哪里去了。哦，这个有 OP 哦，因为我们有这个露娜跟这个露西法哦，三鼠盾哦，水火木哦，水火木，照个相哈、哦，留念一下哈、哦，没有啊，关卡资讯要用的哈、哦，水火木啊。非常漂亮的水火木，非常漂亮。水珠没中，水珠没中，哦、水珠没中。这个再次啊，这个水木，这个火有点远哦，自己拉过去啊。水火木啊、哦，非常抓痒的一个攻击，很好，很好。哦，就是要抓到痒处才会舒服啊、哦。水火木啊、哦，水火木，继续打。目前没有水珠 哦, 哦，这个杂珠绿线哈、哦，杂珠。奇怪，怎么破那么多血、啊？我刚忘记补血了。哦，不是，因为它吸力一。它是 CD 一、哦、所以各位要稍微注意哦 ，CD 一哦，哦，这个有人找我哈、哦，我看一下他在那个做什么，这个，哎、欸，应该是没办法回复他了哦，因为我现在在弄这个拍片，可能这个讲下去就讲不完。稍微回应一下好了，不要说都，哦，他要抗议 bug 哦，那可以等一下好了。我以为他是有重要的资讯要提供，有没有？结果他是要抗议有 bug 了，那只能说声抱歉，好不好？好，回一下，回一下。回一下哈、哦，然后不会回的就没完没了了，通常是没完没了了，我们就习惯一下这样。水有木哈，水有木，那看着那个水在那边有没有弄不过去有没有？弄过去之后很好笑，是你的那个光柱都没笑到，因为我们是用光队的，所以这个问题就在你要消水火木光，哎，水火木光队，水火木光。哦，这样就有笑到了。这个为了。不要浪费太多时间，好吧？不要浪费太多，我们就是开机、哦、最快的方式哈、哦。我来跟你慢慢来，一波给你送走。哦，非常有趣的一件事，白金跟各位报告一下哈、哦。我们现在要水火木嘛，然后那个水珠是没有的状况。现在是没有水珠的状况，哎，对。哦，然后现在是一个属于断攻击珠的状况，就是，哎，对，哎，不知道在干嘛的状况，哎，我浪费了大家有浪费一段时间了哈、哦，大家这个多多包涵哈、哦，多多海涵哈。哦还有观众如果想睡觉可以先去睡一下没有关系，因为我也很想睡觉了、哦、啊等回来你就看我通关就听我喊一下 KO 就可以了、哦、其他就不用多做了、哦、这个水火木嘛、哦、水
哦，非常好。这个少一只，少一个那个水珠。哦，那基本上现在搭上来了啊、哦，所以两边火珠啊、哦，你创啥呀？天死啊！直接一看波把妲己出起来，哇！你跟你这边那什么鬼啊？三鼠盾哎、欸！哎、欸，奇怪，我刚没有把那个关掉嘛，还会滴滴嘟嘟的。恢复一下，因为他可能不知道什么状况这样。我们打几下多少？还有五回合，然后把他除到满，一波带走。有些时候我们放技并不一定拘泥要自己转了、啊，开妲己水火木，水火没有木，别骗我了，你想骗我？我刚刚已经跟你闹一次了，爱困干杯爱啊！水火木有了，转水火木是细的火。火摸水，这个现在是属于一个有气无力的平民百姓啊、哦！好，一波带走啊！结束。好，大于等于六钢魔盾哦，这个好处理，对，好处理，就是转大于等于六钢魔嘛，就这样而已哦。不要小看我用滑鼠，我跟你讲，没有，至少有五钢魔没有。天降没办法啊！哦，这小失误啊，不过不影响啊。其实在那边叠不出来，我们倒不如、哦、做个、哦、做这样一个叠珠、哦、鬼对哎呦喂、这个滑鼠是比较没有那个像那个这么流畅、哦、不过 OK 啦不会顺畅，我可以慢慢跟他玩。哦，这个这样就可以了。哦，为什么？因为我做叠珠了。叠。一堆堆、哦、现在的、欸、没有攻击珠、哦、先补一下血量好不好
转一下。基本上我们这样弄是有点耗时间的哈，尽快尽快。好，这个算是一个失败的一个攻击哈。好，这个攻击应该算成功了。下一关是越战越强精，因为越战越强精我就不太想出招了，对不对？因为我要把技能留在下一关用。基本上是应该可以很快通关的啦，百姓三到五 combo 浪费蛮多时间。转一下，转一下，怎么这个小关卡可以打那么久？的话，叠住啊，叠失误，是掉啊，没掉啊。好，终于打到尾王了。轻松的处理这一只好不好 ？CD 是吧 ？CD 呀是吧？我们绿一下好不好？好，再给它承受一下哈。哎呀！哎呀，他想要一波带走的，啊？那个凶哎，想害死我啊？门都没有，我直接给你出招了，来接头，看我的天雷战场，齐天大圣，妲己，颠倒众生是吧？好像是，可是好像潜能解放以后就不叫颠倒众生了。那自己是哪一生的话，我不知道。朋友一生一起走。是这一身吗？管他哪一身，一波带走身啊，送他一个龙科啊。基本上就是一波带走，所以你就不用顾虑到什么猪要消什么猪不消了。哦啦啦哦啦啦哦啦哦啦哦啦 K， 哦哦，基本上属于一个鞭尸的状态哦，没看错没看错，700多万哦，乘上这个大概是2-4-5的意思。好，以上是8-1-2的一个关卡示范，谢谢大家的观赏。我想我应该可以休息一下哈，拜拜。